大家好，这里是破灭排球。2019年女排南京总决赛，中国女排大战美国，比赛第三局伊始发生争议一球，看到美国精英德鲁斯这逼真的庆祝动作，我真以为中国女排失误了，鹰眼出来，原来一切都是装的。让我们一起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没关系，有起伏是正常的，对，是吧？最重要的就是说，像赛前我们讲的一样，其实美国队压力比我们大。大家哎，打手了，打手了，这个明显打手，打到对方的德鲁斯，挑战成功。我们还是要打得坚决一些，因为其实现在的美国队对我们的研究不是非常。